Hi, Vogue Taiwan!我觉得今天的秀真的让我很佩服。我觉得这么多年来，夏姿都还是一直秉持着这种东西方，然后不同材质元素的结合，可以把这么多蕾丝绸缎拼接在一起，然后行云流水的也只有夏姿了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来支持她。讲太好，讲太好，要讲就是我们想要讲的。夫人今天最喜欢哪一套？ 对我今天特别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我很喜欢蕾丝，那其实我看到蕾丝我都会特别看几眼。那今天有一套特别颜色我很喜欢，就是它是肤色非常的优雅，所以我很喜欢那一套。然后我有建议姐姐在下次演出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，大家应该会很想看。那样子的设计啊，就有若隐若现，性感的这样，姐姐今天穿的也是夏姿他们家的非常能够展现女人独特的味道。